困桥，世尊开示，开示我脱离贫苦的洪患，也阮父母死世。所言，是我犹如替我判定，升起着武汉的信心吗？现在。
现在想该情情想无期春景散步轻步行暗住江湾一两情心甘无求何不随世尊所言我该用得到的信心奉行无义现在，现在，代代为兄啊，莫失情，惊啥富贵，性命命啊！天晴气候，好风光，做义修孝，守的四方。嗯，哎，大老板啊，哎呀，啊你今仔日？哪会不开门做生意啊？我今天休困啊，拄只去听佛陀讲经。啊你咧，有闲四界行？我专程出来修行。嗯，啊你不是做生意，赚足侪钱？哎呀，赚钱无嫌济。啊你若是有需要周转，找你来找我，利息会真低。嗯。啊，边啊，这两位是，这是我的朋友啦。你的朋友是啊，看起来真寒酸。嗯，啊，这、欸、啊边啊，迄个人那看起来真面熟。啊，你是不是城东迄个卖菜？哎、欸，是啊。哦，啊，我听讲哦，你都真善。啊！你还阁自赚来的钱，摕去供养遐个沙门，啊！因根本都无钱，啊！又阁会当乎你虾米？实在有影真怣啊！会当供养沙门，这是真有福气的代志呢。嗯，我感觉我生活过到真满足啊！哎呀，人人拢嘛想要爱钱，啊！你遐个钱，安尼敢是真浪费？你应该摕来寄来我家。钱加钱，唔只系赚大钱。嗯，我今嘛所做的，皆是一顺佛陀的正法。我相信一切无误。哎呀，像我呢，享受荣华富贵，安尼敢无？你今嘛伫咧享受荣华富贵，是因为众生疾苦。我相信，只要你会当发心行善，那安尼来生一定会更加有福报。哎呀，谁知来生的代志，也是金雕有酒金雕醉，比较有较好啊！行行行行，啊！这，恁看啦，哪有这种人啊？
有钱哦，有啥了不起啊？阿伯，是，哎呦，他这笑贫的啦，啊笑笨的啦，这种话吼，我听无算歹听，比这歹听搁较侪，卖插你啦。阿伯，你拄只毋是讲你要改？好、哦哦，我改，我改，哈、啊，卖插你啦，卖插你。对对，这富贵下多难呐、啊。真是一点啊，拢无错啊！一丈夫笑面不加羞，无讲断剑引灵秋。你走马多利心怀留。那是你讲，伊这么也无知识，迄只是因为讲咱无慈悲。佛陀讲，菩萨布施，顶念万亲，不念及恶，不敬恶人，咱都要以菩萨为榜样。无论冤家或者是亲人。咱应该对侬都爱皆无分别心，安尼你知无？我知影这个道理啦，要唔过我真正看袂惯伊迄种人啊。咱拄只去听佛陀说法，你唔是讲你心内感觉真欢喜？是啊。啊，为什么才离开精舍尔，啊，你的心都无欢喜啊？我。对啦，你心中一念无欢喜，迄种怨心就会起哦。啊，你那是起怨心，那安尼今仔日所听的话，要生善的心，就怎啊安尼被断掉了？这拢是你家己断掉家己的善根善缘。哎，你唔是想要做天人？那是自我障碍，安尼都无机会啊！哦，嗯，这对啦，安尼对啦，对啦，你讲了有道理啦。我拄只吼，无应该生气、批评伊，失去了善念嘛。所以讲啊，咱都爱好好照顾自己的心念，因为一念恶。就会灭敌众善，那起一念善心，就会当破敌真侪恶念吗？如你所言，我会好好啊顾心。我咪好好啊顾心。阿伯，对对。来这财布买衫的人哦，嘛变较少啊啦。今年你建议讲吼，叫阮摕这衫出来布施啊。啊，你看，
大家拢真欢喜啊！是啊，会当帮助别人，我家己嘛真欢喜啊！哎呀，是啊，是啊，我嘛是啦。咱大家安尼发心行善，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哈哈哈！哎，只可惜啦，这阿伯哦，已经过身啊啦，袂当阁继续。甲咱做伙报喜啊！减一个朋友，我加减会感觉寂寞。伊走的前几年，如此修福修心嘛，希望伊哦会当投生一个好人家。来者又可对，你免伊的婚。当者报喜，就会当使搁较侪朋友得到帮助，心内自然就满足咯。这是一个好办法。嗯，哇，就还要学会要放宽心。对对对。这个人是要怎？你什么人会用跟我斗三工？我愿意卖身葬父，一世人为老为病。姑娘有伤心啊。成什么代志？呀，你要去倒位呢？我嘛唔知影，我要去倒位哦。这做风加变，心无分文，难办后事，心急。兼爱顺便，无相比，谢相风华来解围。姑娘，你莫哭，呀我，哦，我也够有一点仔钱啦，来来来来来。下集拢给你，你收起。不是，呀，我给你倒上，看卖。来，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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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收给你，家拢交给你吼。下集你得去用啦。多谢，多谢大家倒三工。阿爹可以安葬吗？多谢文林，文林。
怎样报答你啊？啊，不，你唔免报答我，这是靠种人的斗三工，唔才会当成就，你应该爱感谢因呐。多谢，免啦，多谢阿舅阿金，免啦免啦，多谢。阿弟啊！你想去做客查某囝，好不？我，哎，我呢一世人无某无囝，好啊。假使小姑娘你若是无气嫌，啊无，无就留在阮家做我的查某囝啦。好啦好啦，你好。哎、欸，你愿意收留我？当然是愿意，也不过我话是先讲在进前哦。阮家什么拢无，透早起床就爱去种田，也那是中昼就爱卖菜，食的嘛是干那青菜那样。安尼你啊，好不？好嘛，哇！我愿意，多谢文林，多谢文林。你，你也该醉啊，叫义父。是啊。